遇见陈凤来，书摸天地间，欢迎回来《仙剑奇侠传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去打架啊，又是愉快打架的一天。今天我们要把上次胖手指的愤怒之力给发挥一下啊，因为在上次的时候呢，啊，真的完全的不小心啊，边聊天边买东西啊，就买买，然后就不小心啊，把那个自选四星符文啊，不小心多买了一个，结果靠腰那个自保不能弄。然后呢，啊，算了一算，然后想说最便宜的啦，就是还是多补了大概是1500块台币吧，哦，真的是太鸡歪了。哎，多补了1500，然后目前的话白卷啊460张，那460张的话目前还剩3天嘛，3天的话每天每日日常任务1天可以拿15张，那3天刚好45张，然后限时任务的话刚好啊最后的那个剩15张，刚好啊应该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会拿到60张，60张的白卷再加460啊520，刚好一卷不差啊，刚好这个是天注定啊，天就是要我再多出1500块。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啊，也只能这样啦，那个等那个活动最后一天啊，礼拜三的时候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去打架，要打什么架呢？在上次的时候啊，我不小心多买了一个。那既然都多买了一个嘛，刚好啊，四星符文选择就是自选箱跟三星符文刚好各2箱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啊，九天玄女这个神柱它重生的几率如何？因为运的话大家知道是最难拿的嘛，那两个运是可以拿到九天玄女。那九天玄女的几率就是它可以复活，五星的话复活几率是 100%， 那四星是 80%， 三星的话是 60%， 所以我们今天试试看把这两个符文塞到我目前最强的两只角色啊，那个土星玄，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雷兆灵儿，然后去 PK 看看到底强不强。那之前有人玩家说我的这个阵容配起来有点怪啦，为什么跟人家不太一样，那单纯只是因为我个人喜好的关系啦，因为这个游戏目前来说配对都很固定啦，我们就雷暴队跟那个火土毒队就差不多就这两个，水队跟其他队一般没什么人玩，那因为想要大家玩的角色都差不多，除非差阴阳角啦，要不然大家的阵容都一样，就感觉有点无趣，所以我才自己，因为土星玄的造型还不错，那强度也 OK 啊，我就把它塞在我的那个雷队里面。那今天打架呢，我们就不组三队打了，三队打很无聊，我们组那个我喜欢组同一个组队来 PK，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去打琉璃矿，我们今天战力应该可以破1000万的，然后我们去 PK 看看啊，看看能越，看看我们的那个重生的几率，看看能不能越战啊，我们跟重楼。跟有重楼的啦，跟有阴阳灵儿的啦来 PK 一下，看看我们没有阴阳角的话到底强不强这样子。好，大概啊，对，还有今天还有合成啊，今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符文吧，大概有40-50个符文啊，大概合成一下，我们来拼个上限这样子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先来选，我们先来选符文好了啦。来，我、哦、看到这个箱子，我真的头就痛了，哎。先确定一下啊，我今天真的很怕点错哦，看点错一个花我1500台币，你知道1500台币可以做多少事情吗？三星自选符文箱运啊运，他都不能回溯吗？真的是啊，三星随机包来个运吧，看在我为你多储了1000多块的份上，开，靠提提气，那烂爆了。好啦 ，OK 啦，这个没了，那我们来安装一下。点燃这冰冷躯壳的茧蛹。哎，仇恨，对，我心中现在充满了仇恨。来，那个土的话装三星就好了啦，那个我们还是以赵灵儿为主，虽然说你的心数比较高一点。来，九天玄女啊，那个神柱，那个阵亡之后40%几率立即复活驱散状态，然后有30%的血量为上限。 OK， 帅了吧啊，九天玄女，那我们来看看四重九天玄女能有多强。哇，你知道这个成本有多高吗？啊，九天玄女开，好帅！哇，四重九天玄女啊，是不是整个都在发光了？阵亡的时候60%概率复活，驱散自身状态的效果，然后恢复自身血量到达上限的30%的血量。好，今天就是测试看我们九天玄女的强度如何。那目前的话，哎，气哦，它有可以三星的、哦。来了啊！看一下我们的三星凤，算是二星凤麟了、啊。然后它的几率一星是15%嘛，二星是18%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拼一下上限吧，合成。那我们再来合成一下符文。那符文的话，合成就是那个几率在这边啦、啊，就是今天的话，如果多的话啦，就拿5个好了。那如果少的话，就拼3个。哦、3个其实很浪费，3个还不如放4个。哎呀，差30%几率其实是差蛮多的，浪费掉的话是3个都不见了。
好，利的来看一下，三个，三个是多少？40%，那40%不要拼好了，70%再拼。哎，不错，来拼一下。嗨，干，靠，70%呢？看我天堂点东西，20-30%都会过，这个70%不会过。干，拼了，干还是失败？靠，70%跟40%。哇，这二星这么难合，你确定没有脱逃几率吗？你会不会跟那个某局一样啊？40%有了吧？哦，有，看40%，5次有2次，好了，运应该是没有啊，运是最缺的，金，哦，金的比较多啊，还是保底一点好了，哼，五个，好 ，OK， 然后还是五个，好了，那算了，呵呵。不要拼自己个人的运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来是这也是5个，好了算了，好，这是气，那神的我们可以来拼一下好了，因为神的比较多一点，70%几率，靠，真的会爆呢，两个70%几率都会爆，70%呢，哦天哪！看好恐怖哦，这是在整人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琉璃矿 PK 一下， 1005嘛，我们打个12洞看一下。好，我找一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阵容。哎呦，这个多少？1000出头，1163。好啦，那个12星赵灵儿啊，看看强不强？看我会重生的，来。啊！我就不相信我们会输。我们两只来单挑，跟你拼了！哎呀，哦，好痛啊！哇，这么狠！哇！重生了！他真的会复活！来劈！流水相哇，阴阳灵儿！哦，难怪人家说阴阳灵儿死了啊，没复活。靠！看，哇，难怪有人说得阴阳灵儿得天下哦。有没有阴阳灵儿真的差很多？他先出手真的是很恐怖。好了，我们不要打太高的，打个正常一点的。看，这不阴阳灵儿啊，试试看。哦哟，3只15星角啊，来 PK 一下。哦，不，1只15星啊，2只14星。流水来，先冻结啊，赵灵儿冻了。哦哟。全灭吧！来劈！道法自然电死！打到你闭嘴！边有没有麻痹？冻结有，赵灵儿一样死。我感觉我们很有搞头。雷元哥啊，水哥，平常大家都说你不行啊，我们还是有留你。复活啊，是不是40%概率？哎呀，稳啊！是谁说雷队不能加土星拳的啊？复活还是很有搞头的，有没有？复活伤害190，还是这个高，但是他会治愈。拍谁啊？抢到了我们的这个，这是几个洞啊？13。那其他我们就是再找几个来切磋好了。有那个重楼来 PK 一下。那除非有赢啊，有赢再用占领的方式啊。来，哇，重楼来看一下重楼算不算？冻结12星李逍遥，哦，他的资源该不会全部都在那个重楼身上吧？哇，死光了！哇，好帅哦！哇，太嚣张了吧！哇，我死了！复活！复活再电一下啊！好啦，证明我们是会复活的啊！强不强不知道啊，至少我们是会复活的。那这个120000，看一下。其实复活好像还不如就不要复活，只是以后打架是必要的啦。我看，流水下来，你动一只，我动一只，公平啊，公平。抓12啊，死了！哇，真的那么毒哦！死了！劈死你这小贼！劈啊，不痛，有点尴尬。复活啊，我们是会复活的啊，还是死了。好了，60%概率复活是不错的。这个的话，这个猛，来，3只15星，我操，
哇，全魂器都有，太嚣张了！来抓，来劈赵灵儿十，电一下，道法自然电，不是很痛，没关系。我靠，抓十，哎、欸，复活啊，复活，哎、欸、十，哎、欸，复活啊，复活啊，是，好啦，所以复活是强了，但是起来之后没有人帮你挡，好像也不行。机体太弱，好像复活起来效益真的是不太高。哎，这个强硬，哎，这个好一点。哎呀，这一支的阵容可以在那个十一区这边混。来看一下，赵灵儿十四星，没关系，下一次我们就可以升十三星了。湮灭吧！哇！劈死你这小贼！劈！哇，这然电有。打到你闭嘴！鞭死两只，冻结两只。哎，我感觉很有搞头。我感觉我们很强，对啊，他这个阵容应该比我烂才对啊，啊死了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电，哎，赢了啊，事实证明啊，我们搬到这边来，感觉应该可以赢他，哎，是他吗？哎，打错了，流水相与欢啊，靠腰打错了，哇，你风七七的伤害竟然比雷灵儿还高，哇，你是怎么长大的？哦，闪电，哎，死了。哎，我们很强，你们会倒霉。冻结，水哥，有人说你不行，证明给他们看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哇，十一区，十一区，哇，我们逐步在往前攀升中。哦，刚刚是这个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差不多近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打进前十区。前十区，哇，前十区我已经看不到有十一星以下了。哎，这个阵容可以到那个第十区哦。哇塞，够狠！流水相来，你冰一只，我冰一只，公平。哦呦哦呦，嚣张嚣张嚣张！其实复活应该是给林月如才对。哎呀，哎呀，死光光！哎呀，哎呀，复活，复活起来要定一下，证明自己的存在。好了，没了。然后，哎，有还有没有那个重楼啊？干十五星，你们是对不对啊？好啦，前第九区就不用想。哎，王小虎，哎，我好像没看过有人。哎，来看一下好了，这个火土毒队很少看到有火土毒。然后他也是塞了一只灵儿。流水相与欢。冻结。哇，你火星拳比土星拳还强哦。湮灭。来，一起抓。劈死你这小贼。劈。道法。电死了，我感觉我们有希望。有一点希望，有一点点而已，一点一点一点。我看火，哦吼、哦，好痛哦！我们火星拳到底是怎么长大的？哦哦，那个我二弟天下无敌啊、哦，真的是天下无敌。第九区，这个呢，看一下 ，PK 一下，我们能不能进九区就看你了。看、啊，其实林月如应该要下了，应该要把雷花影搞到十五星。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好痛哦！哇操嘞！好啦，感觉没什么搞头了。今天大概只能月战大概200万差不多吧。八区，哎、欸，这个阵容可以到八区，真的假的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阵容可以到八区，还是有阴阳灵儿在、啊，九星的阴阳灵儿。哦，简怒真的很讨厌。好的。哦，好伤哦。哇，这个简怒真的是恐怖啊！好，来再 PK 一场试试看，看到底强不强？哦，真的好痛哦，那个，哦，那个阴阳灵儿冻结，好，至少冻了一只，感觉有点搞头。来抓，来劈，我感觉我们有点机会，有一点机会。逍遥哥哥，哎，重生。重生吧，钱柜！哇，死光！哎、欸，复活！啊，对了，还是死。啊，事实证明。好了 ，OK 了啊，今天能待在十一区，哎、欸，待第十区了。哎、欸，我是第十区还是第十一区啊？啊，第十一区啊，第十一区啊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好了 ，OK 了。那实际测下来，目前机体弱的话，那个复活效益真的不高。
因为机体若你复活起来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把它拆成那个武神跟风神的伤害高一点，还强一点。好啦，所以九天玄女会复活啦，只是要可能要到比较后期吧，至少要人在前面帮你挡啊，机体强一点才会比较好用一点。OK， 那喜欢的欢迎支持一下，我是玄老，感谢收看，下次有人再见。